大家好，我是陈文平。我们这一系列星空五百秒，五百秒的意思就是光线在真空中一秒钟走三十万公里，而以太阳跟地球的平均距离以五千万公里来说的话，阳光要走五百秒。我们现在看到的阳光是太阳五百秒以前发出来的光线，所以今天我们终于要讲到太阳的外观，我们就让阳光走五百秒吧。太阳的表面呢，我们在地球上看的话，我们平常看到的太阳的那一个日面，那一个亮的那一个圆盘就是光球，而包覆在光球外面的，平常我们看不到，因为光球很亮。如果我们能够把光球遮住的话，譬如说在日全食的时候，月亮帮我们把光球遮住了，我们就会看到光球的外面有一些另外一层粉红色的大气层，这就是色球。而在色球更外面有一个相当于几倍的太阳直径这么大延展的这个区域呢，我们就叫日冕。所以我们平常眼睛看到，在地球上看到就是光球、色球跟日冕。这是从太空看，我们平常地球上是看不到这样的景观的，而且要在不同的波段看，我们就看到太阳其实还是平常就有一些喷发的现象。仔细的来说的话，光球它就是太阳大气，在太阳里面就是它的内部，光线透不出来，最后到了大气以后，光线跑出来，我们就看到了太阳。太阳大气最低的一层，太阳本身是140万公里，而光球的厚度呢有400公里，400跟140万来比的话，当然它就显得薄得很多，所以看起来光球就有一个边，太阳有一个边。色球它比光球暗，密度也低，它的厚度跟光球差不多，只有在光球被挡住的时候呢，才看得到色球呈现的是粉红色，就是氢气发射的一种颜色。最外层的大气叫做日冕，它可以达到太阳本身的好几倍的这样的距离，也就是数百万公里。整个日冕在可见光的亮度只有像满月这么大，所以它要比光球暗得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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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只有在月亮挡住了太阳，挡住了光球，或者是利用仪器把日冕遮住，那就叫日冕仪，把它挡住的话呢，我们才看得到日冕。在太阳表面，如果我们用望远镜或者是平常的照片看看不清楚，用望远镜仔细看，要注意就是阳光非常非常的强哈，所以我们平常是不能够直接看太阳的，透过望远镜尤其不可以啊，眼睛就会烧坏掉了。我们如果用望远镜放大了太阳的表面来看的话，我们就会看到太阳表面有一些黑子，这些黑子会在太阳随着太阳运动呢，就飘到了不同的位置。这些黑子现在我们了解到，就是它太阳表面的磁场冒出来了表面以后，南北两极就有磁场，而这些磁场绕绕绕的时候呢，在某一些区域呢它是平行的，所以它冒出了表面以后，我们就看到这边的磁力线比较多，所以磁场比较强。磁场强的话，这边的气体不需要这么热就能够达到平衡，它没那么热，所以它看起来就比较暗。个别的黑子或黑子群呢，它出现了以后就跟着太阳自转，大概可以活几天到几个月以后就消失，就会出现另外一批的磁场。所以我们就看到太阳表面的，因为是磁力的两端，它都是黑子成对出现的，南半球北半球都有。如果我们再仔细看这些，再放大仔细看，我们就会看到在黑子的旁边呢，有一些颗粒颗粒的东西，这些就叫做米粒组织。放大来看，这些米粒组织就是有亮的部分，有黑的部分，这就是太阳在中间产生的能量，经过了辐射，经过了对流以后，到了太阳表面以后又辐射出来。而所谓的米粒组织一颗一颗的呢，看起来就是像米一样，它就是能量从内部到表面对流的结果。能量出来的地方温度比较高，比较亮，明亮，白色的，把能量丢出去以后呢，
它又下沉下去了，就变得比较黑的部分。这是米粒组织，米粒组织，这是它的示意图，表示能量怎么样出来又下沉下去。太阳表面常常就可以看到它是一个一团气体，它有表面有磁场， 有高温，所以我们就会看到有的时候物质呢沿着磁力线被抛射出来，我们就看到了磁力磁场的结构。有些物质被抛射出来以后就不再掉回太阳，而向着太空喷发出去了。这个像这样子的结构看起来好像太阳的表面挂了一个耳朵，所以叫日耳。有的时候随着在日冕呢就抛发出来，就有大量的物质抛发，我们就叫做日冕的巨量的喷发的现象。下面的时间我们就看一看 NASA 它利用不同的太空望远镜制作出来有关于一个活跃的太阳，它有各式的活动，有的是看到是 整个面的太阳看到喷发的现象，有的时候利用日冕仪把它遮住，把光球遮住，看看物质抛射的情形。我们看到这些日冕喷发，如果把地球放在这边就这么大，有一点点，所以这些日冕喷发的规模非常大。如果喷发的向着地球而来的话，几个小时到几天之后，那一大堆的带电物质就到达地球的周围，那我们周围就有很多的带电的东西，对于太空船，甚至于对于地球表面的电力系统GPS 的卫星等等，太空人都会造成危险。表面都有一些很活跃的现象，你看整个太阳的光球，我们看到刚才的巨量的喷发，侧着看看到它喷发，正着面我们看到表面很多发亮的活动区，把太阳表光球遮住。太阳的示意图是太阳的光球在这里，我把它遮住以后，你就可以看到它外面 的情形，就刚刚看到这些喷发的情形。阳光遮住以后，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旁边的星星的了啊。也是一样，刚刚的例子是把这个太阳中间摆在示意图中间，它里面事实上相应的一个活动区造成的物质抛发出来之后，在外面就对应有一个日冕喷发。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咯。